这个横要短一点，撇。横折，下面这个横画要稍微长一点，有长短变化。横画要写的长一点，不要写太粗。左低右高，撇在横画中间起笔。竖画，左边的竖要细，要短一点。右边的竖要粗长点，横拖着的竖的笔画，下面写窄一点，不要锯。竖画要垂直，两个竖要有粗细的变化。横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横要稍微长一点。横间距基本相等，上面不要写太宽。这两个笔画要高低要错位。界，第一横要短。左低右高，这里面的横也不要长，竖画微微向左斜一点。撇，点，斜勾要长一点。顿一下，勾上去。这里高低要错位，这个是向左边探出去稍微长一点，突出斜勾，斜勾要长。